各位小歪，我是阿歪。自从上次呢发了鹅杀的影片之后，就有很多小歪跟我敲门，想要再看鹅杀，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跟频道会员们来玩鹅杀喽。那我们这局有11个人，我们是设定有两只鸭子跟两个中立角色，分别是鹈鹕跟鸽子。那鹈鹕呢，它就是把所有人吃掉，它就赢了；鸽子就是它可以用技能感染其他人，所有人都感染到，它就赢了。那狼鸭的部分呢，我们是有设一个刺客跟一个爆炸王。刺客他就是可以在发言阶段猜别人是什么身份，那爆炸王呢，他就是可以在经过别人的时候把炸弹给他，炸弹就会开始倒数，时间到之后手上拿着炸弹那个人就会爆炸身亡。 OK， 那我们就开玩吧。哇，我拿到警长超爽的啦。但是这个警长跟 WePlay 太空杀的警长有点不太一样，被枪的人不管是狼还是好人都会死。Yuki Yuki 梦仙不要再吃我，拜托。梦仙上次拿鹈鹕一直吃掉我。晨晨不要再吃我了。我没有，我要去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。哎，这个梦仙一直跟着我，哎，感觉很怪，哎。你是什么？梦仙感觉很可怕，哎。不是。那我等等就先枪你。你是什么？你不要。哎，刚好被拍湿了。我靠！我刚在孵化室，然后再到反应器，然后就看到妹的尸体。那中间我都没有遇到。好，过。刚刚跟 AY 在一起啊，在那个食堂。那我的话，从储物间那边过去，一直走到那个通讯间那边，好像都没有遇到人。可以说他怀疑 RY， 把他讲一下。刚才 RY 跟梦先走 ，OK， 过。我刚刚在食堂，然后在做那个垃圾分类，有看到一个。走过来，但我没有看到他是谁。我刚才在食堂淋浴间，从头到尾都在那里。你说你在食堂淋浴间，然后做那个任务，那佩佩丽莎跟 AY 怎么没有看到你啊？所以我会怀疑他们两个是两只鸭子哎、欸。那刚刚我最后是在储物间啊，刚谁说啊？干我投错了，我不知道投到谁了。那个梦仙是我刀的，可是我不是狼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有带刀的。那我就先不讲我是哪一种，反正我就把梦仙刀了。那我为什么会刀梦仙呢？是因为他有啊，不是啊，因为他刚刚就是一直跟着我，就觉得他那个走位很奇怪，所以我就先把他给弄掉了。啊，我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我可能是追死者，也有可能是复仇者，也有可能是警长，反正呢，三选一。今天有两种可能啊，第一种就是 RY 真的是他讲的，然后第二种就是 RY 是把梦仙刀掉，那其实他是狼。我在想乐卡你会不会刀到加拿大鹅，因为这个时间很近哎、欸，你也太快走到尸体了吧。阿歪是鹈鹕啊！我就跟你说，不是，我就是好人的。我会飘乐卡啦，因为我怕被。哎、啊欸，他死了，死掉了。他一定是刺客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刺客，他一定刺我。啊、我是好人。他猜错了。Yuki， 你不要给我乱飘哦。阿歪是犯人是不是？他一定猜错身份了啊！好好笑哦！你猜我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猜我是什么啊？你来，你上，你来上面，你来上面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我打一下这个枕头。OK OK， 我看你，我看你。不能让 Yuki 停啊！我觉得他怪怪的。好，我也觉得 Yuki 很怪。Yuki， 你刚刚是不是偷票我 ？Yuki， 走开！走开 ，Yuki！ 好好好，来吧。侦探。哦、oh, ，OK OK， 你说你侦探哦。嗯哼。好好，哦，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我警长，我警长，所以梦仙是狼。我刚刚就把枪，哎我看不到了，什么意思？哦哦，关灯了，关灯了，好可怕。那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哦，佩佩，我看到你了，在这里。那我们去开灯，我们去帮忙开灯。哎，怎么走？哦，这啊！我要跟着你。哦，请。哎，那我觉得狼应该都死了。这怎么玩啊？这个就是你要把它两个都关了，哦，两个都关哦。没有，这里人好多啊。哎，那个佩佩林厂，我先跟你走，我们去那个食堂那边。刚中那段。AY， 你想干嘛 ？AY， 怪怪的。AY 很怪哦。只是觉得一起走比较安全。对啊。只是要吃人。干嘛？啊，乐看应该是刺客吧。干嘛？不要再跟着我跑。阿歪，你是想要？我怎么可能？我要吃就直接吃。我先讲，因为我觉得乐咖他是刺客死的。那我们这局狼只有两个嘛？我看一看哈、哦，就是狼两个，一个爆炸王嘛。
我是觉得可能狼都死光了，然后可能剩一个鹈鹕吧。佩佩我可以绝对保他是好人，那你们其他的我觉得可以跳身份，因为乐咖他应该是刺客他死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把身份排一排过。那我可以把晚安，然后乐咖应该是刺客，所以身份应该可以跳一跳，就这样。你说身份可以跳一跳，可是你自己也没有跳。好啦，直接跳，我是侦探，我是吃人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是鹈鹕，好 ，OK， 那先票你。好，那先票你。先票。客吧，阿歪是刺客。我是兵营员，我是怎么票人啊？我不懂。鹈鹕不能投人，你不能票人。啊啊啊啊啊！那我还第一次玩。他不是哦，他不是刺客哦。没有，我刺客，我刚还不刺吗？我刚还不刺侦探吗？对啊，就跟他说的。鸭子啊，晨晨，你是不是什么什么鸽子啊？我就说，我觉得乐咖刀到那个加拿大。AY 你是好的对不对？哎呦 ，AY 你说你是什么？应该是刺客啊。哦，这里吧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哎，过不去。好像从另外一边走过去。要从那边走。哦 ，Yuki 好可怕。Yuki。哎，怎么有炸弹？那 Yuki 是爆炸王 ，Yuki 是爆炸王。Yuki， 他还是。你在干嘛？我按错，我按到空白键了。啊，两个一起爆掉是怎样？两个一起死掉了？啊，会不会是 Yuki？ 因为你说你在食堂灭火嘛，通讯间的火是我灭的啊。因为是好人。哦，那就投 Yuki， 投 Yuki 啊。好啊，那投 Yuki。应该是 Yuki 了吧？票对了，票对了。是吧？耶，赢了，赢了，赞！很好笑。你射到鸽子，我刚刚怎么死的嘛？就是，哎、欸，所以原来我射鸽子我也不会死。你射第三方的话，你也不会死。我本来要把炸弹传给你，结果我按到空白键了，就把我自己射死了。那他，你刚刚，哎、欸，你刚刚猜我是什么成分？就是他死了嘛，你没死，所以我估计说，你看第三方只有两个啊，你觉得是正义使者？对，因为第三方只有两个，你枪到那个死掉的是好人的几率比较高，然后我想说，那你既然还活着，那你一定是正义使者，就干你枪到第三者，对啊，那这么刚好，哎、欸，原来警长可以枪第三方，然后不会死，对啊。最后呢，感谢我们上部影片果冻跟蟹老板的donate，他们说老蟹掉星就会donate我，那祝老蟹一直掉星，掉到青铜。还有感谢我们频道会员们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。